就叫这个吧，芥末藕。不是拉练出来的，对不起，不是拉练出来的。然后兄弟们，如果喜欢迪西的，可以把这里的星星点一点。然后这里是迪西家的预约，可以把预约点一点。啊，这是嗨翻天的预约单位，啊，预约点一下下。然后呢，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带第二颗舞蹈，165啊，我才165。放这个吧。等等啊，扯了，像最后一样，我都要等最后一个吧，好吗？
感谢我们送出礼物的哥哥，感谢我们那个点心的哥哥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努力把星星点一点，然后最后一个给大家跳个摩托摇，好吗？好，这里是迪西家的直播通知，那一个把直播通知给勾一勾，啊，直播通知勾一个，啊，这里是嗨翻天预约。我马上给大家跳摩托摇。Only here on DJ R.